出行的时候会必不可少的巴黎欧莱雅的产品有哪些呢？这个就得好好说一下了。我带了这个安瓶面膜安瓶面啊，这个超膜，级好用，很嗯。补水，然后还能淡化细纹。然后呢，我还带了这个大金瓶的这个便携洗护套装，头发很重要嘛，它是嗯，便携的啊，是很方的。便。还带了这个防晒啊，小英管防晒，很薄，很适合我。考验就来了怎么了？啊！我们来画出刚才这几个产品的轮廓。没有问题，你没知问题道啊。我叫我什么吗？灵魂画手。反正把那个味儿画出来就行了。啊，好，我看这个创作结束了，是不是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不啊！在于来多，在于精。啊，看要展示一下有多久？展哎示，呀！太简单了吧，对吧？这个嘛，肯定是面膜嘛，安瓶面膜对，啊，安瓶面膜啊，它是这个膜液分离，膜液分离技是术吧？啊，特别的干净卫生。小银管和这个大金瓶呢，除了这个泵头。这个除了大一点呢，我确实想象不出来这俩有啥区别，就感觉所以花大了一点。这个呢就是小银管了，就对吧？经常用的，你的防晒很好用。哎，咱该说不说哈，虽然呢不具体，但是呢，一眼分明，一下就知道是什么。抓住了精髓，啊主啊，打的就是一个省时啊，省时。